它是一道门，一道门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。两万不用，一万不用。哦，烧焦的冰狗，烧焦的冰狗，烧焦的冰狗。九百不用，不用，九十加一再加码。打开。这个是好的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它是一顶帽子，这是我的哦。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，这有两个帽子，这个还是这个这个，这是我自己的。那个是非卖品是吗？那个是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要盖上去的那个。但是你真的帽子是吗？这是我真的帽子。好，十秒到，90秒带货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宝宝们，现在呢，我手上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呢，你以为它是帽子，对，我告诉你，它可是一顶招财帽。它不但呢可以让你呢拿在手上呢，就已经感觉呢有一种呢财气滚滚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我最好的闺蜜姐妹淘呢，露露介绍给我的。你看看露露的人生是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一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主持了所有的三金典礼，而且现在真正日上跟在宪哥旁边吃香的喝辣的，日安完美跟沈萱萱用都用不完。所以呢，只要你有这一顶帽子，你不但呢人生呢就登峰造极了，而且呢就皇冠加身。身为一个美女，我们呢欲戴皇冠，一定要欲先成其重。所以这顶帽子带来的是人生的荣耀、好运、贵人的加持，以及呢用不完的日安完美跟沈萱萱，以及呢你只要拥有这顶帽子，你可以告诉人家说这顶帽子露露有。拿过哦，今天多少钱？各位，2万不用，1万不用，只要你呢固定收看我们的综艺大热门，而且呢力挺露露、宪哥跟点点，还有寇乃馨。当然你知道该挺哪些产品，那么这顶帽子今天只要一折马上加一，喜欢的宝宝们，我们是限量限时哦，就此一顶哦，时间最快的5、4、3、2、1，谁先得标就是谁的。我好紧张哦，因为我智力最浅。哦，我以为你智力最低。不会啦，来，那选这个是啊，这个好，确定了哦，哎，可以打开来。哦。哦，看到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艺术品啊，艺术品。这个是他做的纸粘土做的艺术品。好，这要做你仔细的观察，它是一道门，一道门。好，好，3、2，好不明显。1 ，Action！ 哦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红色代表开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一个可以这样子拿起来嘛。是不是可以？可以捏，这有什么功效呢？我孙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这种东西最多，它可以捏成很多，比如水饺啦，什么的，小孩子都可以，而且你鼻塞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塞，或者是耳塞嘛，耳塞通常都是橘色的，对不对？你老婆太吵就可以这样塞，就这种功效。今天你们运气来了，今天不是要大家。按赞跟分享，好，我们今天买一送二，哇，买一送二哦！你们家如果只有一个小孩，你看你买一样，全部都可以送，而且它还可以当什么呢？贴着我们的冰箱，你的门当粘土，好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次看得开心，黄色的。黄色的代表什么？知道吗？你猜。黄色的代表要灰。黄灯灰，黄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灰。好的，他没有告诉我卖多少钱吗？50块的。哎，我怎么没有？这是我捏的艺术品。是，起码赶快冲嗨！给我捏起来，你知道这个叫综艺大热门，它是一道门，它里面打开之后五花八门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。哦，烧焦的冰狗，烧焦的冰狗，烧焦的冰狗，所以有抽运气啦。这是娃娃吗？运气啦，黑啦，就是看你想怎么使用它都可以。因为它本来是那个别的颜色，为了要配合冰狗黑色，所以把它涂成黑就对了。啊，就是它在那个火场里面找到。至少它这个还剧情剧像是一只狗啦，它算是逃过一劫，穿那个火场跑出来。
一90秒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Y 管管，左下角公开分享3次，右下角爱心海、笑脸海、追踪、按赞、抢先看，通通把我刷起来。今天我非常的有福分，可以卖到、介绍到给我们管粉谁的东西，宪哥的产品。哎，宪哥对自己严不严格？严格，对产品一定也严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成分内容我就不用再介绍了，宪哥就是我产品的扛棒。今天不用啰嗦，来到这里，这只狗狗，我们不要说招财啦，或者是它的看家本领，我们就光它可以摸下去，哎，不沾手，对吧？稍微一下还可以不沾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抱着睡，然后呢，放在办公室打字的时候可以跪在这里，多好啊，完全不焦虑。来，今天我们不用讲成分了，刚刚已经说过，对不对？宪哥严选，宪哥。你人都到场了，是原价9999，今天看你的福气了，是的，靠你了，要我站台都要进货10000。没事，对对对对对。OK， 这一次是我亲爱的小狗，好不好？原价9000，他在一次的火警当中，跑成这个样子，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。管管的，我绝对支持。原价9999，今天随便。9999不用，不用。900不用，不用，90加一再加码，宪哥加不加码？现在来到2000只喽。好，送中一大热门。好，没问题。宪哥推到门送来一送二的，是这样吗？对，送你送一大热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招财慢，招财不招。对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焦虑的泥沙一起给你来，完事。